人生是一班走走停停的长途列车，而属于家的站台又会在哪里？一直在看房，一直在路上，又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探房官大表姐。今天我来到的是湾区枢纽门户西江新城，这里就是西江新城轴心，抬头体育中心，走两步明湖公园，旁边还有居民城、华英学校。哎，别走远了，隔壁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安联上景府。品质房企安联打造，选址呢也是妥妥的 C 位，具体有哪些配套呢？请看，配套三千，宠你一人的感觉是不是很棒？先别着急逛，过来瞄一眼户型吧。项目有96、109、121三个面积，两梯四户，进出从容有度。这个户型呢，它是一个三开间朝南的阳光房，顾名思义，采光肯定很到位。接下来啊，介绍两个玄关小细节。隐藏式鞋柜呢，方便收纳我们的每一双鞋；配置全身镜呢，方便在出门之前整理好，仪容仪表。进门的右手边呢，就是一个 U 型厨房，这边啊还配置了大单盆和抽拉式的水龙头，用过的都说好。客餐厅一体，采光充足。阳台啊，看似常规，但是也不小哦，有约3.6米长呢。我们再来看看房间，这个96方呢做到了大三房，客卧和主卧都面朝南面，舒适度 max。飘窗啊，看远景，躺在上面听听歌也挺不错的。最重要的是单价只要9字头起，努努力就能上车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换个房子看看，这一套是109方做成了4房，四叶草户型，隐私性一流，房间可以根据家人生活习惯来分配，比如靠门这间卧室就可以给爱早起的老人家安排一下。大家都知道空气流通有多重要，南北对流的双阳台呢就很合适了，怎么样，够不够贴心？好，最后呢带大家来看一下收房质量。门锁呢是一线品牌海尔卡迪士米家的智能门锁，安全感爆表。客厅用的是罗格朗西蒙施耐德的 IP 面板，阳台用的是雷士三雄极光西顿的灯具，进入主卧用的是大自然的木地板，罗格朗西蒙施耐德的开关，进入厨房用的是华帝美迪海尔的燃气灶和油烟机，以及美标法恩莎摩恩的洗手盆和水龙头，卫生间使用的是美标 TOTO 摩恩的马桶，以及金牌欧派智邦的镜柜，质感拉满，细节到位，这个新家你满意吗？传言道五心安处是五香，寻寻觅觅中，你是否也跟我一样，终于找到家的归属感呢？